再来看到的是青少年女子组第四量级胜部的四强哦。张洁琴，张洁琴是教练的女儿，现在都可以出来比赛，当出来是小孩子。张洁琴跟林涵宇厉害啊，赢了一样要去。哦，这里也是很迅速哈、哦。好，没关系。林涵宇恭喜西昆国中哈、哦、获得一胜，个后挂了，后挂、啊、教练一直摸头。